2020年嘅第20題咯喎，咁佢就話啦，如果而家 A、B、C 咧係一個等邊三角形啦，係啦，等邊三角形，跟住啦，C、D、E 咧就一個等腰三角形，isosceles triangle 啦，係啦，C、D、E 等腰三角形，佢冇講邊條等邊條啦，一開始，咁但係後面有講嘅，係啦，係 C、D 等於 C、E，係啦，咁所以咧就就係咁，咁跟住啦，D、C、E 咧如果係78度，即係呢個係78度，然後咧。ADC 呢個位係40，CAD 咧都係40，咁跟住問我哋 CBE 係啲乜嘢？CBE 係啲乜嘢？咁其實佢咁樣講咧，咪即係講緊其實呢條邊都等於呢條邊咯，係咪先？因為你底角相同啊嘛，底角相同推敲翻佢哋條邊都相同嘅，咁所以咧，原來我哋大家都係兩畫嚟嘅。OK，記住呢個兩畫係因為佢哋底角相同啊。好啦，咁你既然底角相同嘅时候咧，咁我就谂到咯，喂，其实呢度八呢度加埋80度啦，咁呢度咪即系100度咯。跟住咯，呢个位咪60度咯。咁你会喂好快呢个位咪褪到出嚟咯？呢个位就会系360减100减60再减78，呢个位咧原来122度嚟嘅。望下下面又系一个等腰三角形，咁所以咧佢个底角就系180减122除2啦。咁答案就系29度咯，咁所以就会圈到系 D 嚟嘅。就係咁啦，咁所以記住我哋嘅次序就係你要用盡題目俾你嘅資料，就係咁。